猫熊疑似自卫 ，Oh no， 秒杀！世界自然基金会前天公布一段影片，一只野生成年大猫熊做出疑似自卫行为。专家表示，虽然只有几秒，这个动作却有可能是自卫。哺乳类动物在发情时出现自卫行为并不少见。他在干嘛？他在打手枪嘞。动新闻还是我们的一样，比较单纯报道。